家务手表。给我站住，让我抓到有你好看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有你这样欺负表弟的吗？你问他都干了些什么？把我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就算了，还把我的变形金刚玩具给弄坏了。那你也不能打表弟呀。谁说我要揍他？我就是想让他收拾好而已。婶婶，你就别怪表哥了，本来就是我的错，表哥揍我也是应该的。你听听，这孩子多懂事儿。停停停，我什么时候揍过他呢？哎呀，对不起表哥，我不小心把这件事说出来了。以后不许揍表弟了，下回要是让我看到，你的玩具全部没收。你，哼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都怪楼下的臭表弟，在老妈面前装可怜。他做什么了？跟我说说。难怪了，我说这房间怎么像进了贼一样，乱七八糟的。但是你揍他确实是你不对呀。我都说了，我就没揍他，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呢？好了好了，我信，别激动嘛。当当当当，家务手表，又称熊孩子乖乖表，2042年熊孩子最怕的产品之一。只要戴上它，多懒多调皮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家务。哇塞，不愧是未来发明家，连这东西都有，你太牛了。我先出去买菜了，你们在家好好的呀。黑猫，不许欺负你表弟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表弟，早上的事对不起啊，这个手表就当是我赔给你的礼物吧，你就原谅我呗。这好吧，那我原谅你了。你就得瑟吧，因为有你好看的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手不受控制啊？我不要做家务啊。表哥，快救我，快让他停下来。哎，这下我看你还敢不敢惹事了。那个表弟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得去楼下找个东西，你先等等啊。卖手表喽。